张柏芝北京对嘴唱出失婚心声。这是在唱自己的心声吗？他主演的电影《河东狮吼二》日前在北京举办首映会，特地演唱电影主题曲。有多少爱还看不透，有多少人能走到最后。但柏芝啊，你是不是头对嘴啊？不是什么都那首歌歌的名字叫该是时候，该是时候放手，就不要把它抓着，这样就活得更开心。言下之意，他已放下对霆锋的爱喽。其实从小有记忆力到现在，我对爱情观一路以来都没有改变过。我一直都很相信爱情会存在一辈子的。苹果娱乐新闻，唱给谁听啊？报道。